哦，这一款因为它里边的内吸管了有点长，必须要先拧一丝。太长了。对呀、好。先拧一丝。这个头有时候你放不好，它是比较重。管、不然就把管剪短一点也可以。把管剪短一点。好，头朝下。不动。拧开。拧开就行，把头朝下挤一下。拧开就可以。